怎么啦，小花？爸爸，这只狗狗突然跑出来吓我，我的糖葫芦都掉在地上了。可恶！你这只恶狗，离我女儿远一点！这不是人类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可恶！是谁把人类引到这里的？还嫌人类的活动范围不够大吗？你知道是谁吗？我也不知。人类对我们森林里的动物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我们就让这个人类在这里自生自灭吧。没错，我们走。